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，改编自起点中文网的《大奉打更人》，作者卖报小郎君，演播头陀渊、大斌、丸子、小桃红等等等等等，好多主播，后期制作小太阳，欢迎您的订阅。第1054集，我李灵素即将领悟太上忘情。许清安跨过门槛，在桌边坐下，接过李灵素倒的茶抿了一口。哎，这小子居然没下毒。他有些遗憾地想到，我让你查佛门僧人下落，可有找到？许清安放下茶杯，李灵素遗憾地摇头，我没找到佛门僧人的落脚点，但奇怪的是，公孙家族那边也没找到僧人。我怀疑啊，他们根本没有住在客栈，佛门最不缺容纳活人，像浮屠宝塔这样的法宝。毕竟前辈你说过，这次雍州城来了一个罗汉。不排除这个可能。许清安点头，没觉得太失望，想调出佛门僧人，知道对方的下落肯定是最好，但如果找不到也无所谓。毕竟只要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现身，佛门的僧人自然会像嗅到血腥味儿的鲨鱼蜂拥而至。还有不当人子的下属。让李灵素和公孙家帮忙找佛门僧人，是他想多掌控一些主动罢了，并不是计划核心。李灵素说道。不过公孙向阳说，那群青州老要找的家伙有眉目了。找到那位龙气宿主了。徐清安眼睛微亮，说说看。公孙向阳说，今日午后，六伯赌坊出了一起命案，赌坊老板陈二被人杀了，凶手就是青州老要杀的那个年轻人。有赌客亲眼看见，那人被赌坊的人带上楼，一刻钟不到，他便下楼离开，随后赌坊老板的尸体就被人发现了。听到这里，徐清安眉头紧皱，差点捏眉心。龙气宿主一个两个的都不是啥好东西呀。倒不是龙气不能寄宿在坏人身上，毕竟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来衡量，但他接触到龙气宿主不是混混就是精神病患者，现在又出了一个杀人无忌的江湖游侠。有趣的是，那赌坊老板前段时间啊，刚好沾染命案，不过还不能判断陈二的死和那个命案有关。李灵素看了一眼徐谦，他神色一如往常沉稳淡然，并没有因为骆玉恒和王妃是他女人这层身份曝光而得意。唉，徐前辈从未炫耀过什么，是我太敏感，嫉妒心太强。不过只要是男人知道他和骆玉恒大奉第一美人是那种关系，都会嫉妒的。李灵素心情复杂的无声感慨，这时候他才发现徐谦似乎憔悴了许多，这种憔悴在一个超凡境的武者身上看到很不合理。李灵素没有多想，继续说道，不过那家伙非常敏锐，公孙向阳的人没能跟住他，半途给甩了，说明对方至少是个炼神境。哎，另外公孙向阳托我问你啊，能否将这个消息告诉那帮青州老。圣子还不知道姬玄等人的真实身份，许清安沉吟了一下。即使不说，青州老也会在雍州城寻找他，不如卖个人情博取信任，反正我们也不知道那人的下落。但是只要确认他在雍州出现在六伯赌坊，那么这个龙气宿主的大致位置就很好判断了。许清安打算亲自去转悠一圈，依靠自身对龙气的感应找到对方，抢在佛门和天机宫之前得到龙气。两人聊完，许清安告辞离开，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来，回头问道，对了，你身上还有补肾壮阳的药吗？他捶了捶后背叹息道，不胜妖力啊。李灵素脸色陡然僵硬，你对骆玉恒做了什么？你对王妃做了什么？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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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
李灵素面无表情地说道。前辈还有事吗？我马上要领悟太上忘情了，请你不要来打扰我。不刺激这孩子了，不然再过段时间，他能和杨千嬅桃园结拜。许清安笑了笑，开门离开。李灵素本身就想出门，忙追了上来，打算跟着许清安一起离开客栈。你的模样太招摇了，许清安抬了抬手，做出提醒。哎，我这该死的魅力啊。李灵素习惯性的在心里嘀咕了一声，忽然噎住了，看了眼徐谦的背影，有些沮丧。前辈，我还没有收集易容的材料。他刚说完，便见徐谦抛了一件东西过来，探手接过后，发现是一只绣着兰花的锦囊。老海王抽动鼻翼，无比确认这是一个女子的贴身之物。除法剑。李灵素眼睛一亮，面露喜色。身为天宗圣子，他原本是有两件储物法器的，一件来自师门赠送，一件是地书碎片。师门的储物法器被东方姐妹没收，地书碎片交给了喜欢多管闲事的师妹李妙珍。多谢前辈。李灵素喜出望外，要知道行走江湖有一件储物法器是多么重要的事儿。但储物法器太贵重了，即使是天宗圣子丢失一件储物法器也得吃挂落，只有术士能量产这玩意儿。里面有帷帽，许清安淡淡说道。李灵素从锦囊里取出帷帽戴上，顺势瞄一眼徐谦的模样，心里一动，徐谦到底哪个才是他真面目啊？前辈，这不是您的本来面目吧？李灵素用肯定的语气试探。以前他其实意识到擅长易容的徐谦，他平平无奇的外表未必是真面目，但他没证据，而且圣子对此并不关心。直到前天看见骆玉恒，看见大凤第一美人的真容，李灵素无法再视而不见。他现在对徐谦的真容无比的期待。不要探寻我的身份，这对你没有好处。许清安语气平静。这是在威胁吗？李灵素撇嘴。前辈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正是因为是朋友，所以我不想你知道我身份后尴尬地用脚底板抠出两室一厅。许清安心里嘀咕，回想起圣子一路上以晚辈身份毕恭毕敬，以及他肾虚时顶着黑眼圈的姿态，将来身份曝光，射死的肯定是李灵素。两人在街上随意走着，过程中许清安始终握着地书碎片拢在袖子里，探查着周围，一旦有龙气宿主出现在附近，他就能立刻探查。李灵素背负双手，闲庭信步，明显比以前更有自信。这股自信不是源自于魅力，而是修为的恢复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在喜马拉雅搜索"头陀渊讲故事"。谢谢。